咪住啊！咦，启敏，多谢晒两位支持环保啊！但系咧，如果你哋将一啲唔干净嘅回收物就咁掉落去回收箱嘅话咧，系会影响回收嘅成效噶。真系噶？点解嘅？系啦，咁因为咧，回收物咧都系一啲十分之宝贵嘅资源嚟嘅。咁如果佢哋受到污染嘅话咧，系会令到佢哋嘅处理成本大幅咁样增加，因而降低甚至失去咗佢哋原有嘅回收价值，更加有可能咧最后要无奈咁被当成一般嘅废物去处理添。所以咧，我哋喺进行回收嘅时候，应该要注意干净回收，咁就可以避免不必要嘅损耗，甚至污染咗其他干净嘅回收物啦。仲有，我哋喺回收之前咧，应该要确认呢个回收物咧系可以进行回收嘅类型，然之后咧亦都要进行简单嘅前期处理，确保回收物系干净嘅。哦，明啦！最近咧好多屋苑大厦都加设咗回收箱啊，要回收真系好方便啊。系啊，为咗配合源头减废、资源回收嘅政策，为居民提供便捷嘅分类回收途径，同时亦都为咗进一步加强推动干净回收。环境保护局推出咗大厦分类回收好 easy 计划，喺参与计划嘅大厦入边设置三色资源同埋玻璃樽嘅回收桶。除咗分类回收箱之外，大厦入边咧仲放置咗关于干净回收嘅宣传品。环保局咧亦都会安排定期收集呢啲嘅回收物，咁回收物咧都会经过妥善嘅处理同埋循环再造，绝对唔会混合其他生活垃圾之后运送到垃圾焚化中心处理嘅。回收嘅成效其实亦都系非常之有赖于住户同埋物业管理公司嘅共同支持同埋配合，所以大家记得要做好干净回收啊！而物业管理公司方面咧，亦都应该要加强向住户宣传干净回收。保持回收桶嘅干净，同时咧亦都要适当咁看管我哋嘅回收桶，确保佢被正确咁样使用嘅。咦，咁点先可以咧参加呢个计划咧？好简单啫，只需要由大厦嘅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系管理委员会等等填妥参与嘅表格，并且交回我哋环境保护局就可以噶啦。如果大家居住嘅大厦仲未参与计划，记得快啲叫管理公司报名参加啦。唔该晒啊，启文，参会我哋都快啲去做干净回收咯。好啊。废纸要去除塑胶部分，以及拆除大件的金属或塑胶钉桩，然后将不同种类的废纸分开并且摘好。同时，废纸要保持干爽，不要整湿啊！金属类需要清空之后进行简单的清洗，而且和胶类一样要尽可能压扁，这样能够有助增加运输效率。胶类就要将胶樽的樽盖拧开，撕开胶樽的胶纸，同时记得要清空容器和简单清洗。玻璃樽方面，胶纸和樽盖都要尽量去除，然后进行简单的清洗，风干之后才投放到回收桶内。干净回收好 easy， 最重要不 lazy。没错，环保需要我们每人行多一步，大家多多支持啦。